遇到网络霸凌，要记得以下五步骤哦，千万别慌张，冷静寻求协助。若告知对方删文后仍未改善，记得留证据阻断联系，拨打专线或到 iWin 网站申诉。另外，在网络攻击他人，小心会触法哦。尊重他人，健康上网，教育部关心您。